汤包蘸料是麻婆豆腐，你听过吗？重点还包着肥美的干贝。超奢华的平价馒头让大妈们心虚失去控制空间。我也想要。今天我们下班了吗？我是金童，我们现在人在桃园机场捷运的 A8 长庚医院站 ，AKA 桃园龟山区。But why? What is the reason? 因为有一名就读桃园龟山体育大学的蔡姓女子投稿了几间她平常会吃的餐厅，要大妈们亲自前往桃园龟山区 A8 周边餐厅评分。你真的很雷耶！还不叫我啊？你这是损友啊？干嘛叫你？还在那边拿手机起来，还是你？你是要走去哪？首先先来大家吃早餐，牛角包早餐店，前林工业区后贴科技园区，深受体育大学、长庚大学学生的喜爱。牛角包早餐最有名的就是这盘炒面。它的炒面就是它有先蒸锅再去炒，因为它虽然是炒面，可是它也不是像我们热炒店的炒面，它是有淋肉燥的那一种。你都加几只辣椒？你自己讲啊，那么能吃辣？喜吃辣的金子们，爽客炒面之余，别忘记加这香味四溢的辣酱，好爽，很疗愈。我想它的面呢，就是那种凉面的面，吃起来就是蛮 Q 的啦，我觉得算好吃。而且它上面有贡丸，贡丸很好吃。我觉得贡丸好吃。怎样？反正我平常早餐是不吃蛋饼，我就顶多吃馒头而已。你起床都下午三四点，你吃什么早餐啊？很好吃。饼皮非常的 Q 弹。你很少吃蛋饼，对不对？我高中常吃蛋饼。你高中是20年前呢。给几分呢？因为其实台湾很多早餐店，他们都是走一个很罐头的路线，很多品项他们都是跟工厂叫的。至少他这盘炒面可以吃得出他的用心啊。不过除了炒面外，其余品项表现一般。如果吃辣的人记得加辣椒，风味会更好一些。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旁白哥还有士官长两个人会合一起去吃下一间早餐店。我跟多少？拍不到啊。直接拍了，我看在这边他吗？哦 ，LEOGUAN， 他已经想跟我们奇怪。现在呢，我们要去吃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汤包——无事汤包。Go！ 跟朋友来玩的话，在牛角锅尝完炒面后呢，可以试试小笼包。这家店叫做无事汤包。那它虽然叫做汤包，其实老板也特别说他卖的是小笼包，因为他就说他就是那时候有点取谐音这样，所以叫汤包。但是汤包谐音汤包，我也不知道谐音在哪里。如果吃不了那么多，你可以一次点单颗的，一颗是八块蒜，那如果一笼的话10颗80。因为我吃过那种很臭很臭的韭菜，它没有那么臭，它刚刚好。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今天去上班的话，你可以跟旁边的同事这样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一直聊天。爱吃辣的彤彤一定不会忘记推荐辣椒，很辣。我已经含泪跳恰恰了。零食角，真的零食角。你知道我要怎么形容那个辣吗？很多那个小矿工在我舌头上这样，他们到底要挖什么？挖走你的心。刷饼与辣椒一直都是绝配，究竟味道如何呢？新北挑嘴二人组，辣椒咻咻咻 ！I don't think so. I don't care. Oh my god！ 它口感很厚实，抓饼的力量很大，真的就是会把我们舌头抓走。那么大妈们最后会给无事汤包怎么评等呢？就是泼几分，建议小笼包一定要加韭菜酱油，而且要尽快食用，不然面皮会糊掉哦。无事汤包卖的不是汤包，但接下来我们可真的要吃汤包了。这间位在 A8 英文中心后方的哇草手冲汤包，竟然出现麻婆豆腐尬汤包、日本咖喱尬面线的奇景。首先来试试干贝汤包淋麻婆豆腐吧。你竟然可以整颗进去，你很厉害。很好吃，非常火面，我面。它中间好像包了一座海，是哪里的海？我爸是海峡。麻婆豆腐的味道很浓哎，有点不铺张，不铺张。它里面有干贝。
那干拌真的很赞，我觉得嘴巴很鲜哎，都鲜味。不要动不动就吓人家。由于我们士官长呢是面线专家，这碗超澎湃的面线就交给士官长评论喽。龚老婆心得，龚老婆咬30下。不敢讲你啊。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它是味道比较偏清淡的，可是你要配那个章鱼，它那个八只脚在你舌头上，有没有把我里面的矿工吸走？看到那个 C， 那个 bitch， 哈哈哈海边的猛男，你在关洛英是不是啊？如果喜欢海鲜的镜子们，一定不要错过哇草首创汤包，因为所有的海鲜品项都收纳着老板满满的诚意耶。那么该店究竟能不能够摘下本频道最高荣誉八几分呢？八，拉远，恭喜获得八几分。来去吃炸馒头吧，蛮好吃。炸馒头将朴实的馒头化作艺术品，由于真的太美了，我点了多个口味来试吃。很赞，超好吃，对不对？哎，它很快，让我听到。单身是不是？哎，我可以嫁给老板吗？老板，大少可以嫁给你吗？嫁给我吗？老板，你没有很想要理你啦。他是有咸咸的味道吗？对，因为他是起司跟炼乳。我最爱什么？最爱巧克力了。金沙就是有榛果巧克力酱，还有粉，还有炼乳。干爆！超干！这罪恶到会被判入狱的，要服刑的那一种。巧克力的浓郁，然后怎么挺就熟呢？他在干嘛？他又在干嘛？杀了笨！他弦控制也非常好。哎，这老板一定是调情高手，哇，真的是难恰到好处。我懂你那个调味适中的意思。嗯，我真的疯了哎。老板，啊、哦，你现在是坐在老板的店面里。这米其林不翻新等于他，我觉得很对不起你的。几颗星？八颗星。其实他们，我想评分大家都知道了吧？播到爆。可以娶我吗？娶我也可以的。哎，他说可以娶我，是可以我还是他？老板，娶我，娶我。老板，老板，我也想要。最后，士官长及旁白哥先行回家，我与玉女要带大家吃梅菊卤肉饭。今天最后一间桃园龟山的餐厅，我们要带大家来吃这一个梅菊卤肉饭。那一般人来说，就是听到卤肉饭觉得哎没什么特别，但这一碗卤肉饭那200元台币卤肉饭到底长怎么样？怎么样？开箱给大家看，准备好了吗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that！ 看起来会痛风哎。它是叫痛风，但是因为现在它没有开放内用，所以我们现在很可怜，就在路边坐着吃。看起来好肥美哦！天哪，哎，好好吃，好好吃喂！火焰之舞，哎，很好吃哎！它饭铺七分嘛，剩下的三分是海鲜。卤肉饭200算贵，但它你要想想看，它是海鲜，非常新鲜的海鲜，今天早上一定现捞。我懂老板，一定是今天现捞。那你有吃出来是哪里捞的吗？吃不出来。我后来也发现，就算是下面底层的饭，你都还是得吃到海鲜的鲜味。它整个有穿透。地下水哎，铺满新鲜的鹅啊和鲜虾，梅菊将传统卤肉饭升华为高级的存在。除了啵，还是啵。
这位精子们的收看。我们感谢呢，哦，那个体大的蔡同学推荐我们去吃 A but A A， I'm so proud， so proud。我要吃遍所有这条线的 ，This is all my hometown。Oh yeah， 精子们有希望大妈去吃什么的，都欢迎投稿哦。I proud, you proud, everybody proud。